大家好，我是莎莎，今天是10月21号，我现在在旺角地铁站，我现在在走过去旺角的招商永隆银行中心那里，有个季前赛的打卡位，我们一起走吧。咁我哋而家去揾 E2 出口啊！而家我行到嚟西洋菜街，見到啦，見到姜圖嘅季前菜嘅打卡位。而家行翻過嚟地鐵站 E2 出口咧，就係 E 人嘅打卡位。銀行中心對出有個大燈箱牌，我哋打下卡先。我哋分享住咁多先啦，臨走前請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頻道喎，下次見，拜拜。